谢谢你们的星星打赏，谢谢你们对蓉儿的支持哈，感恩大家。你问我为什么赵新安每一天三餐都在放我的照片啊？这个要问他嘞，这个真的是要问他，为什么他这么有心思，为什么他这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那边，这个要问他嘞，我真的是不知道。当然哈，除了他之外呢，还是有很多的伯乐也是非常的用心的，其实不只是赵新安而已哦。OK 啊，可能你们大家没有关注到啊，泰山的大哥听龙燕啊 ，Iron He 呀，还有这个谁了？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伯乐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一的称呼，好不好？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，因为呢，他们都会呢把我这个我每次唱歌的视频给截图起来，然后截图了过后呢，直接 po 上 ，OK 啊，然后呢，有一些还很用心的制作那个照片啊，那个影片啊，还放那个字幕出来啊，真的，我跟你讲哈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。给蓉对蓉儿这么有心思哈，帮我 promote 啊，谢谢大家。OK 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如果等一下你们不要问我哈，为什么这个有赖那个没有赖？讲真的，我没有特别去说他的一定要赖，他的一定不要赖，因为呢，我是那一种，就是看到什么 OK 看到什么就赖什么这样子咯哈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呢，David Lim 大哥哈 ，David Lim 大哥呢，他经常呢，他应该不是制作吧，他就是那种比方说，哎，我每次做的预告，他都会帮我宣传这样子啊。当然呢，也不只是 David Lim 大哥而已，还有很多的伯乐呢，也是会帮我宣传的，就是你们所谓的分享了啊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动作呢，对蓉儿来讲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来的。OK。